其实呢，我想想呢，就是讲我的故事先，就是从小我的家庭就是很穷的，然后呢，我们是租人家的屋子的。到三岁的时候，我就我爸爸没有钱，但是没有钱买屋子，就我的公啊，我的爷爷跟我的大伯出一点钱买了一间屋子。以前我们在巴生屋是很便宜，因为蒸锅水的屋子是3200也没有，我们是很穷的。那时候是很开心，有一个家，不会每次给人家带来带去啊，很可怜啊，不是这边，然后就是那边这样啊。然后到我六岁的时候，我妹妹出生的时候，她就很可爱的。但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去拼搏，就是我妈妈去跟人家炒东西啦，煮饭啦，然后早上的时候我们要去那边 mark office 啦，我就跟她洗那个杯啦，然后一个礼拜就在那个老板娘是开那个是落地顶的，她自己弄的，然后我去到那边我不用顾我妹妹的，就派给他们了，给他们顾。那些男孩子很喜欢我妹妹，我妹妹很美，因为她很白，皮肤又很粉红，这样很 Q 很 Q 的。然后就一个礼拜我又去她那边楼上那边抹那些窗口啊，然后就到七岁的时候了。七岁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生活也是不好。我妈妈想开一个奶粉，就叫人家做了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屋子。然后也是做不成，卖了两天就遭了表，因为以前人不出去外面吃东西的，他们嫌很贵的。我妈妈是晚上才做，做两天就遭了表，又亏了百多块。然后到我九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想，生了三男三女，然后给人家雇也不是办法，然后就自己带。自己带又没有的，好像没有的存款或者没有多余的钱，然后我妈妈就自己，我们就做那个经济米粉面啊，糯米饭啊，白糕啊，无桃糕啊，还有糖水，这样五样东西，掺那个糖水是六样，我们卖的时候是两毛钱或者三毛钱，我就读半年是早上。早上的时候呢，我就一点回来，我就书包就放在那边，就帮手帮到好生意就两点多回，不好生意就三四点，卖不完呢就要给人家吃的，我妈妈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比较好一点，一天可以有时赚五六十，那时候就做了差不多一年多这样。念多将哈、不要讲一年多先了、还有半年是晚下午的，我刚才是讲下午早上的，我就叫人家我妈妈又弄早上半年在早上煮，然后就问我的同学们呢，你们要不要炒米粉面呢？然后就问他们他们讲 OK 十包的时候，我就回去跟我妈妈报告，就哇很开心，我讲哎根本要十包啊，妈吉哇好开心哦。然后就明天或者又有十包，然后后天呢只剩六包，我就很不舒服，心里就感觉是哎呀根本生意要少咗啦，我就很担心了。但是我妈妈跟我讲，其实呢，人哋食得多，人哋惊嘅。你俾人哋食下第二啲嘢嘅，就算你嘅嘢好食都好，都冇可能人食你嘅，日日都食你嘅。哦，然后就过了一年多，然后我就做了我妈做到我四年级的时候又没有做了，因为那边就没有那个好像以前是木匠的东西，那边后面有木匠的人做工，然后就没有那些顾客了，所以就没做了，又跟人家做东西，好像煮饭啊或者怎样啊。
当我12岁的时候，我爸爸讲，冇女啊，你唔可以读书咗啦。佢讲，当我十二岁就讲，佢讲，你出去做工啦，然后我就出外面做工。当我十二岁出外面做工，我要做什么工呢？就找了，找就做那些灯筒啊，emergency 啊，连我们应急灯啊，我们就做那些了。然后做了2年，我的那个。一个月的薪水就有290多，因为我很勤劳。老板看到你好像一天要拉20，你就要拉20套，然后要拉25套，你就要拉25套，一定要跟他讲什么，你一定要做什么。OK，我就做了，拼命的做，就搞了。然后到1985年的时候就，风暴啊，那些好似金融风暴。85年的时候就掉到很厉害，然后老板娘应该有炒那股票，我不知道了，然后就要炒人，他讲我不要炒新人，你们抽签呢、啊、然后我就抽签了，抽签就抽到我了，然后我应该是8月这样啊，我抽到了，然后就没有的工作，老板娘就赔你一个月半，算我的那个人工就2个月半。我就要等咯，又等咯，等了一个礼拜多，我哥哥讲你唔爱搵工做啊，我12岁又没有读到什么书，不是找都摸不了水碗嘅。那时候坐等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出来的时候应该是15岁啦，15岁的时候我都唔知做乜嘢，我自己又唔识字，唔知搵咩工做咁样。当时我们做那个原子灯啊，你们这些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讲：“哎呀，你咁细应该学个手艺嘅，学咗手艺，特别你就唔使惊冇得食啊。”咁我就谂：“哎呀，我落学手艺，美容好贵嘛？那时候美容是很贵嘛，要很多钱。然后就学那个洗头咯。我外面有一个安迪是叫陆姑娘的，她是真的是姑娘来的，没有结婚的。”那就在那边做了一个月本来是200多嘛，差不多300嘛，然后就一个月80块啊，怎样生存呢，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样生存。我每次做工的钱是完完全全给我妈妈，拿20块，就拿这个20块就买东西给他们吃，但是我也可以存到5块钱的，我很厉害的，我不知道我自己怎样存钱，我不知道。那时候OK 存，每个月我都会存钱的。到那时80块，我要拿几多呢？给我妈妈60，又很好像很可怜，因为290多，现在变成80块给她60块，然后我就很担心了，然后就没有办法了，学东西了。学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手就烂了，因为以前呢，我们是拿那个宣布，不是真的宣布。是那个肥皂一桶这样一嚿咁样样嘅，成桶嘅，咁样系番碱粉嚟嘅，系形成一个黏糊这样拿来跟人家洗的，所以我的手是烂的。然后又接近差不多要过年的时候好像11月多要差不多过年的时候，很多人电头发，我的手就烂到晚上一路抓，又起泡又要抓，不抓也不可以，很烂。因为那些人呢很可怕的，那边的人可以一个月才洗一次头，或者2个星期才洗一个头，你洗出来的水是黑色的，很夸张的，那些人很肮脏，我跟你讲。然后没有办法，因为你要生存嘛，你要学东西啊，然后就在那边做了2年。那2年后呢，我就出去外面卖戏咯，人家讲卖戏卖一个月咯。买一个月我就在那里买了回来，但是我老板不喜欢，因为那些顾客会讲你帮我剪啦，你试下帮我剪啦，那个老板会怕我抢他生意，然后我就不要在那边做了，做了一个多月，那时候已经起了我160块，80块起了160块已经很好了，两年不了，因为这个老板娘很孤寒的，但是我讲我要辞职，他就起一点点20啊或者30这样起，然后起到160也是不是办法，我做了差不多3年只起了那个80块，160我怎样生存呢？然后我就卖死出去外面做，一做就360哦，
哦，三百六我大扣了大车，扣了吃啊，因为我吃一餐我很省的，我吃一餐大车是1块钱，然后在那边吃一餐，我最多是在那边外面就用还不到10块钱呢。然后我就跟我妈妈分了，哎，要你要搬咯，因为我有搭车，我有食噶，我们也要搬咯。然后我一出来我很爽的，我一出来我就买东西给他们吃的，他们要什么我就买什么了。因为我很疼我家里的，因为我看到我妈妈是一个很疼她兄弟姐妹的人来的，所以我跟她由小到大跟到她是跟大人一起啊，所以我的性格是比较成熟一点的。然后就接触的通通是大人来的，不是小孩，所以我没有童真的，很少的。那就到我啊，然后都招到我看自己学了那边，在那边学的那间，在那间做完了，那个另一个老板就讲，哎，你过来一度啦，我请你400几扣啦，然后我就过去那边就起了400多，然后我的那个老板娘有请一个师傅的嘛，那个师傅教我的嘛，那个师傅又开自己开一间，又要叫我挑那边。又500多了哟，然后就做，然后就跳回来这边。他讲在这边开了就600多，做到600多的时候，那个老板我递了那个照镜子的递下去没有报，他就很多东西讲，因为你知道那个女孩子什么都不懂，只是洗头吹一下头发，但是我们什么都懂，我跟她价钱是一样哦。然后那老板他很把那绷带给我不。不喜欢彭乃哥，然后他一样我的价钱差不多，我就很生气。然后你又骂我，你这样小的东西，因为我跟了你几多年了，我跟你姐姐的，冇工都有攞啊，心谂跌落去又冇包，做咩你要咁恶死啊？那时候我就很生气，就在我家里外面就有人要顶哦。第一次有人要顶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以前那个响八生路那个人王的老婆，她跟我讲，嗰度要顶哦，咁样样啊，跟住我下次我冇同你讲，第二次我同你讲啊，然后第二次就跟我讲啊，我就很生气，就顶咯顶咯，我存到4000多块罢了，4000多块到了，然后顶就三千松，我想如果做不成。我就2个月打包了，亏了，然后就给我第一个月就有2900多，我可以 cover 很多东西了，然后还可以省很多钱了，然后就 OK 啦，咁继续做咯，然后做，我一年我很厉害的，我是真的很厉害，我不知道怎样，一年我可以存10多千呢，每个月我给我妈妈可以给400了，一个礼拜我就带我妈妈出去吃东西了，早上。你唔可以主要我哋带出去食，因为我星期一才休息。那时候，然后到我做的时候是星期日，我就整家人的，我哥哥来我也是请，然后我哥哥去买东西啊，没有钱我也是给的。我是这样的人的，因为我看钱不重要的，只要心情好就很 OK 的。因为我像我妈妈，我妈妈是回到她家乡呢，就给这个啊哥哥2个哥哥一个姐姐嘛，给他们钱的。然后她的哥哥的。女儿没有钱也是给的，我看到她是很付出的人呐、啊。我们回去是搭车的，我们要清几60粒的山果，你想下要搭车几重？你知唔知？我玩三住3日，你系咪要5个人啊？6个人7个人啊？5个仔女，2个7个人啊？我们搭车是7个人啊，然后我们要拿很多东西的。然后就到我OK，我做到那边的生意已经开始掉了了。然后就到40岁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那时是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改了，那个地方改了，很多人搬了，我就看哦，看到万福中那边呢，我就住那万福中那边呢。本来以为真的很好生意的，因为对面就是 food court 来的。但是我一租下去3个礼拜，他就关门了，因为那边那个 case 啊，他们啊刚开始要做啊，没有弄那个 license 好啊，然后那个警察就关了他们，差不多2年，我就在那边死了2年，然后我在那边呢就开五金店，然后开头发，因为我不喜欢人家欺负我家人的。
那个老板讲两啊、老板跟我妹妹讲，因为我妈咪做五金的，他就跟我妹妹讲，你呀、啊、一定系啊做到老啊，你变老姑婆你都帮我做噶啦。我妹妹就哭着回来，哭都是回来，我讲你真的要不要做？如果你不要做，我开一间五金店，很简单的、啊，看到想到很简单，我真的想到我卖到完我的手续通首饰，什么买晒，你开一间五金店。不过我也有一点点私心是，因为我妈妈很老，我没有看过她有一天享福啊，所以我很想我妈妈可以，我赚到钱我可以请一个工人去服侍她，她可以指引你做的，不是她自己做的。所以我很想做一样东西，就是给我妈有个安乐，即是说他这么老了，被有几年安乐的生活。我妈妈没有讲过一句我很辛苦我很累，每次她有病的时候我听到，我跟她讲明天你去看戏，她不要的，她一定叫我你去卖药了，你去卖药了，我讲你不可以，你现在的年龄不可以的，我讲一定会等一下要去看医生的。她就忍到三四天的时候，他咳嗽就尿出来的时候，我就骂他了的。我讲，怎么我叫你，你不要去看，要等你奶流，看到奶流你才去。然后我妈妈就 OK 了，就去看了。我讲，你这样不是更贵？我知道你也省我的钱，你很担心我。有时候我的生意真的很差，他看到我毛巾很少，他就跟我讲，阿凤啊，他叫我的名字是叫凤，凤啊。你今天生意很差，我说没了，我妈子你没理啦，我还有钱，我没有给她担心，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担心太多，她担心她两个儿子，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其实不是我要这样讲，是每一个我兄弟我都帮的，我不会不帮的。我到时候有钱你得爱三千结婚，我妈哭着跟我讲， 大儿子的时候哭着跟我讲，阿芳啊，你哥要结婚了，因为他的老婆已经有了，怎样好？我妈妈哭着跟我讲，我很冷血的，我那时候我真的很冷血，我讲几多钱，我问他几多钱，他讲三千，三千不是给了，我讲结婚啦，我讲没有关系的吗？ OK， 当他借好，当他给到我都讲叫他结婚咯，我讲他都有了不是你的咩，你喊什么，我讲不需要喊的，当然我没有钱，没有关系，我有吗？我讲就拿出去哦。两个兄弟我都是有帮的，不是我帮了要这样讲，是我真的很疼我家人的。我可能真的很像我妈妈，因为我接触太多啊，接触她太多，所以钱对我讲来讲，不是问题的。那时候我的五金真的跌到。变了，很欠人家的租金，我不知道。我的妹妹跟我讲，我跟她讲，哎，你出几千啦？每一次我都系出个租金，咁样你一边出咯。然后五金真的出不到，之前可以，然后最后不可以，然后还欠人家三十多千，我怎样还啊？我不可以还啊，我还不到啊。然后我有拜神啊，然后我就拜神咯，然后他就给我种子哦，然后种子就还到完了，真的还到完。然后我问了我妹妹，我不敢问我妹妹，今天的sales 怎样？因为她不喜欢我问，我又不敢问，然后我就怕我们两兄妹为了钱，你将骂架。我不是为钱，我是担心你到底有没有赚钱那边。但是我不要再问了。然后就过了差不多五年，我那边死了五年，真的死了五年在那边。因为这么呢，我的钱通通去到完，最后的时候我问他真的做不到的，他跟我讲，我要他自己跟我讲他不要做，因为我叫他出来做，我不敢叫他关了，我就跟他讲你真的爱删了 OK 删了删了我就关了。然后是十一月差不多十月多，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讲，你阿凤啊，我眼已经开始蒙着了，我又很怕，那时候真的没有钱，我就跟我朋友讲，哎，你做紧嗰个硬嘅救星，不如你让一盒俾我爸爸试啦。然后我的爸爸试了就 OK 喎，但是我真的没有钱还哦。
很奇怪，我买了这一套，就有人跟我讲，哎，你偷耶啊，买有冇买啊？然后又有顾客来，我就 free 了咯，啊，这个买给我爸爸的就 free 了咯。然后我爸爸讲没完了了，我又再去买了，然后就到，因为，我关的时候，我做那边三年的时候，我妈妈已经中了 cancer 了 ，cancer 已经 pass away 了的，差不多三年半，就是2013年多。因为我妈妈中 cancer 的时候，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回来6点多7点，然后冲凉快快去带她复诊，不知道她中 cancer， 然后那个医生终于读了差不多有半年多还是一年，他跟我讲可能你妈还淋巴死，然后我就给人家推拿，那个人推了2次，他讲这个人是谁，我妈妈来的，他讲你妈妈可能中淋巴死，什么东西来的，他讲 cancer， 然后我爸妈妈就2013年就 pass away。 到我爸爸的时候，他一路想想想想到15年的时候，我爸爸就又中风，11月的时候，那时候我关门那边又没有钱，我只剩下7500，那个货只是人家扣到我7500罢了，那个五金店我几激什么，那个人是做五金的，他要吃我的东西， OK， 我给你吃，我就拿自己7500，我跟我妹夫说，因为之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妹妹跟她拍拖，我妹夫拍拖的时候，她跟我讲，姐我要买一台摩托，我说你没买咯，跟着我买一台摩托，如果帮银行借的来讲，我一台买一台，咁样你做咩帮佢买，我不如我俾女你去买咯，借字女咯，你讲我点样玩，你到时睇有女先玩，就买了3辆，继续这样咯，她还了又买，还了又买咯，然后到我15年的时候，我真的很迫切的想，我讲我一定12月一定要开一间，不然我真的顶不顺，因为我爸爸中风了，我要给他钱去，俾人哋凑啊，定系我自己带我都请唔到人咯，我一定系俾人哋带噶咯。我个妹讲，阿姐，我最多涨到呢个过年啫，因为他是11月做，11月中风，然后1月多2月，我妹妹讲，我过两年我要出去做工了，因为我们没有的钱给我妹妹，也很可怜，所以我讲冇心安咯，咁冇变咯，咁我去送我爸啦。那时候我很激心，我很伤心，我说怎么要送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我们有病我要送他出去呢？他讲如果他在家，他就会等一下中风跌了下去，就变咗向成龙子咯。然后我就讲。还有，然后我的最小的儿子很伤心，就跟我讲，你不如咁咯，你咁咯，你系咪朝早9点几做工嘅？我1点几翻嚟嘅，你俾阿公响到，我翻嚟先抢佢啦。那时他9岁罢了，我的小儿子9岁，他的想法只感动我，你知道没有？然后我的那个大儿子咧就服侍他，就是在楼下咯，和二儿子，因为我爸爸在楼下，因为爬不上去嘛。然后这样捧也不是办法，他很重嘛，然后就在下面，他就隔着人家，不可以睡觉，钉嘢整啊，然后弄到我的那两个儿子很迫切，所以我就送他去给人家雇。那雇要几多钱呢？1600哦。我那时候没有钱讲好，快快开喽，一开了哦，我就有生意来，有生意来，然后就还到人家的那个钱，通通还到完了，我很开心。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人有好像我有两个我，一个是外面的我，一个是里面的我。我看你怎样看那个东西，好彩我是看得开，不然我真的欠人家30多千，我怎样还？我一个女孩子有人要借钱给我，我不认识的，不是很熟的，但是我敢拿吗？我怎样还人家？他很好，但是我敢拿吗？我不敢拿。没有人帮你的时候，你会想到很绝望。但是那时候我不会，我只是要，我要养到我妈妈爸爸百年歸老啊！我要长到佢哋100年歸老，我一定唔可以跌啦。因为我细细个就发誓，我唔知道你哋信唔信啦。我对天发誓，我屋企好穷，我讲你俾我搵到钱，我帮晒我屋企人。这个真的灵了，我不知道了，很灵了啊！我真的帮到我家里每一个人，不是要这样讲，是
我真的很感恩他听到我讲什么 啊。所以我们做什么东西就不要放弃。如果你觉得是肯定那个东西是可以的，你就去到玩，不要好像有挫折的时候你就要放弃。这个不是我了，我不知道那些人呢、啊。我觉得做人不用不要啊，每天想那些不开心，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但是我们不要想，想不会解决的，只有越来越消沉了。那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母老虎。这只母老虎已经有了一个 baby。有一天，当母老虎要生孩子的时候，它懒惨了、啊。人家讲，那时候小老虎没有机会喝到母亲，哇，喝到母亲一滴奶呀、啊，可以讲一滴奶呀、啊，喝不到。而这个小老虎呢，两天没有喝到奶，它会饿到差不多要死了。刚好有一只母老虎，看到远处那边有一个发亮的东西，然后那个母老虎就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一个他觉得是 baby 也可以，他不像那个老虎的样子。然后那个母老虎他刚刚生了孩子，他有很多奶，然后就给这个小老虎喝了。然后那个小老虎就喝，看到他那个奶就立刻去吸，因为他很肚子饿了嘛，他闻到那个好像妈咪的奶的味道，他就很开心，就一下子就吸下去。喝完了他很开心，就和那个羊群一起生活了。然后小老虎慢慢的长大，发现哥哥姐姐们跟他不一样，他不停的学习他们的叫声，因为羊的叫声很柔的，是咩咩这样的，他就学这样的，因为他是老虎嘛，不可以相玩他的声音嘛，但就学不到了。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外表和哥哥们的也是不一样，他的颜色全白的，而有一点点 一条条那个黑色的 细条，感觉很难过，因为自己比他们丑，长得又很奇怪。所以那天起，小老虎就每一个晚上就想，如果我是一个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在他们眼里变成与众不同，那该有多好呢。不久之后，小老虎和小羊们就到一个草原上吃草，大家很开心的融在一起。突然间，羊妈妈感觉不对劲，外面好像有几只老虎跑过来，然后羊妈妈就带着他们一路跑了，小老虎见状也是跟着跑了。那群老虎见到小老虎，为什么你看到我你会跑了？因为你是老虎来的吗？他看到一眼，怎么你要一直跑呢？他自己就想，我长得丑，然后又不像他们，怎么每次就给人家欺负？那你们还要追着我来吃呢？于是他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可是小老虎呢，怎样跑得过那个大老虎呢？于是很快就被那个老虎包围着，那个大老虎望着小老虎，同他问他，为什么你要跑？小老虎就说，因为你要吃我啊。大老虎就大笑，哈哈哈哈，踩着小老虎，拎着小老虎到河边，把它按在水面看。小老虎就看一下，再望一下上面那个大老虎，你们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啊。大老虎想，因为你就是一个老虎啊。大老虎大吼一叫，轰这样咯，然后小老虎也跟着轰一下，然后心里立刻明白，原来
我自己真的是一只老虎。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永远待在舒适圈里面，你就永远不会进步，你只会满足于现状，就这样反反复复，上班的时候等下班，等到工资，如果你在一个强大又有动力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推动你，你觉得你甘愿站在原地不前进吗？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只老虎，只是和羊生活久了，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虎。从今天开始，请各位记住你们的身份，你们是可以，因为你们都是无所谓的老虎。多谢相信我每一个人，尤其是我大儿子 Alfred、 Kelson、 Kelvin、 我的第二子 Andrew， 还有相信我的人。而我也相信未来的他们一定会有一番的大作为，还有相信我的顾客，而我也相信我们未来有一番很大的作为。谢谢你们。好了，各位，谢谢我们 Miki 的分享。那我现在还回不过神来，因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是刚刚发生那个事情，他分享了那么一段时间，乃是他第一次的分享，第一次就分享到这样，你可以想象当他继续分享过第100次会怎样？我真的佩服。Thank you, Miki. Well done, very good. 对啊 ，Miki 有讲到说，其实他去分享这个过程，就是如果我们当中可以领悟到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好像一个十字路口的，我们都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帮还是不帮，做还是不做，对不对啊？如果我们可以在 Miki 的整个故事、整个人生里面，他已经用最短的时间把它讲完。我们不能发现，其实他每一个阶段，他刚才 Miki 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两个人的。哦，不是人格分裂啊，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人的。哦，那另外一个人，他讲是老虎。哦，正所谓是巨人，他所谓老虎就是我们的巨人，就是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心中那个巨人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跟问题。去面对各种的阻碍，所以当你要面对的时候，你必须要喊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一幕，可能你要很大胆的，比如讲，你们有跳过bungee jump 吗？bungee jump 是跳下来的，我当你要跳了那刹那啊，你不敢，有吗？有没有？你不敢，不过你要让你敢，你要怎样？啊！你看你会喊，为什么？因为你要唤醒内心的巨人，各位。对了，所以这个是成功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基本上小弟我在 review 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时候当我要面对我的恐惧感的时候，我都会喊一轮先的。当然不是在你们面前喊的，我都会在车里面喊的，我是在家里面喊的，喊了我才出去。不过当你慢慢慢慢提升到一个 level 了过后啊，你在内心里面喊，是外面听不到的。不过如果是初学者，如果你刚刚开始要唤醒里面的内人呢，内心里面的巨人的话呢，你必须要大声的喊出来，让自己大胆一点，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当然 ，Miki 今天是在慢慢上，他儿子也是在慢慢上。我知道
当他们去面对这个挑战，去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的。我听说过 Miki 跟他的儿子 Alfred 在最后一分钟都没有放弃。你可以想象当时候 Miki 是怎样喊那个巨人出来的吗？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潜能。刚才 Miki 已经讲了，他学历不高，不过他不服输，他不认输，而他不认为自己会输。只要他有一口气，他都可以 fight back。他讲 fight back， 刚才 Miki 已经讲了，我们内心那个巨人，我们必须要把他醒醒啊，那个巨人哦，要睡觉了。谢谢 Miki。然后最后那段话，他也跟他儿子讲，还有跟他的侄儿讲，侄儿是吗？我很感动 ，Miki 今天能够很大胆的挑战这个没有舞台了，不过挑战这个平台和上台来分享。对我来讲，他愿意这样上台分享，我已经万分的感恩。多谢 Miki， 谢谢 Miki。哦，好了，事不宜迟了，哦，我们要邀请下一位主讲者，我们真的必须要给 Miki 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 Miki，Thank you。哦，哎，各位，刚才如果你有听说 Miki 他讲什么，你看 Miki 就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在 Reway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什么人？愿意帮人的人，愿意付出的人。你不难会发现，在 Reway 这个环境，尤其在这个组织。一直待在这个组织的人都是愿意付出愿意贡献的人的，相反的，喜欢拿的人，喜欢一直拿东西的人呢，他不会待在这个组织里面久的。他没有拿的，哎，你用我给我走。所以你看每一个环境他都吸引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了解我们自己本身。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是谁的话，你去看看你身边的朋友，你就知道你是谁了。所以要注意我们的环境，你在讲的环境你就是讲的人。你在回教堂你找不到佛教徒，你在基督教会的教会你找不到佛教徒，因为那个环境只是你那个环境的人，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环境对我来讲，当我 Miki 讲他的故事的过后，当 Miki 讲哇他的妹妹要开，我今天他所有的这个家装豪宅全部拿出来给他开的时候，你看这个就是贡献付出对每一个人。接下来这个领导人也差不多类似，他真的是给去到完，他也是理发店的老板， Miki 是理发店的老板，所以今天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做理发行业的。各位，现在这个疫情，理发行业我相信大家知道没有可能在 Zoom 可以做到理发啊。不过你们看看我今天这个头发没吗？ OK 啊，是因为下一个主讲者呢他帮我剪的，哦，很厉害，他特地拿了那个工具来到我的家，就帮我剪，就在那个草场那边剪，很爽。哦，所以有认识到，哦，现在有认识到一些，哦，会理发的朋友，蛮不错一下。哇，很啊，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不单只是这样，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住附近，这个才重要。所以接下来这个就讲的，我跟你讲孤立，他们两个人哦。共同点除了是理发行业以外，我发现到他们两个都不愿意吃东西的，都是一餐整天的，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到？我相信大部分的理发行业的人都是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一餐顶整天的，可能是为了节省，或者是可能是因为真的是没有时间。不过他们的时间真的是没有时间的，因为手停真的是口停。所以为什么他们很努力的在做他们行业，因为那个是他们的专业，包括他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他曾经也跟我讲过剪过的头发，因为我是他之前的顾客。以前我做银行的时候，我啊 Kenny 啊都跑去那边就去他的理发店，哦，去剪头发。而我们会时常去那边真的是因为他，还有他的店的那个整个氛围，我们感觉到，嗯，这个人很用心，这间店很用心。所以我们呢，我跟 Kimi 住在小浪，我们会驾车跑去加兰冈湾那边剪头发。小浪没有理发店吗？巴生书包没有理发店吗？为什么要跑到去加兰冈湾那边剪？当初还做银行的，没有做立位的。
那你可以想象当时 Cammy 我的老婆多喜欢在那边剪头发，因为她的用心，因为我们感觉到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很用心对待的行业，所以 Cammy 就洗到很剪到很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认识了。那么当来到 Rewe 过后 Rewe 整个过程当然起起落落，不过你看我每天讲了，我们要看一个人不是看他辉煌的时候，我们看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怎样去面对。然后我跟他配合这段时间应该有五六年的时间了，真的还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在当中我们配合，我从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到现在还是不爱讲话了，不过他的表达能力比以前很好了。以前他穿的裤是七分的，胡须是整脸的，而且他的眼睛是厚厚的，现在你看他是一个国际商业形象的人了。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他很大的改变，就是说现在他已经结了婚，有两个儿子，我跟他老婆也很幸福美满的一起生活。那这个是可能他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我相信听过他的故事都知道，他加入 Rewe 的时候他的户口只有200块，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各位，他肯定当他做到这个理发店的老板之前，他肯定遇过很多挫折跟失败才到达那个老板的那个阶级。当他把老板这个生意放下，然后全职来到立位这五六年，我相信他有很深的领悟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他这个主题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100%注意听的话，他能够帮到你，因为我相信他能够帮到我。所以事不宜迟，他将为我们分享什么主题呢？挫折成功的节奏。我们来邀请我们的 Diamond Tree Star Kim Yi。Hello， 大家下午好。听到我声音吗？有听到吗？那么先自我介绍啦，小弟叫 Kim， 然后我来自 PJ 的，那么现在人在卡江啊。OK， 那么哇，谢谢 Kifa 给我一次机会来分享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呢，当我一接到的时候，我讲谁咯？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谁咯，因为这个主题哇，真的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呢，我其实是，至少我们都知道是它有一个方向去，拿一些概念的，所以我听了过后，我昨天听到什么三点多四点的时候，我的头脑还是空白的。那么到最后呢，其实当我再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挫折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它并不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过程来的。那么大家都有听过，我老婆都知道我老婆是谁吗？我老婆就是 Annabelle 啊。那么她讲我是修野宅的，那我就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不认同我是修野宅的，为什么？然后慢慢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呢，我就我也好像是修野宅，不是那些有钱的修野宅，是没有钱的修野宅，是平等家庭中的修野宅。就是说从小到大在过程之中呢，我是没有想太多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说当我发生什么事情都好，不管我在从小读书做工做生意，什么事情发生的都好，都会找一个人的啊，那个人就是我的妈妈。就是说当你没有本钱去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借嘛，到处去借，这个是做生意开始的第一个钱作为。所以我就比较幸福了，我就会跟我妈妈商量了，所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因为我妈。那么你问我有没有挫折呢，其实修业宅是没有挫折的，因为修业宅都是有什么事都是回去抱妈妈的大腿抱妈妈的大腿，然后去解决一些问题。那么我刚才听到
Miki 的分享，因为我觉得 Miki 真的是很像我的妈妈，我不是她是我妈妈，就是她的性格跟我的妈妈很像了啊，因为我妈本身也是扛起整个家的一个巨人啊，因为她本身从小一家全部的大小事务都是她搞定嘛。当我接触到理发行业的时候呢，我就，其实你问我，我有没有挫折呢？其实讲坦白，在过程之中我是没有挫折，因为我只是知道，如果今天我只是要不断的去训练，不断去做，不断去尝试的话，我一定会学会那个东西的，这个就是我的本性。所以我就在过程之中，不管人家骂我也好，不管人家讲我也好，怎样都好，我都没有管，我照做。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啊，给大家都好像很认真这样。这个笑话就是，当我开始洗头的时候啊 ，Miki 应该知道，开始洗头的时候，在我去打工，我是没有完全没有经验的状况之下，我去洗头。那么洗头的时候呢，我第五天那个我老板就叫我，你去帮那个顾客洗头了。那洗头的时候我就可以学罢了嘛，没有什么东西，最多是被骂罢了，我就去洗哦，因为我学了几天了。然后洗下我就跟那个他们就教我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你要跟顾客聊天，你要弄到那个顾客很开心，你要不要给他啊静静这样，他就很凶了的。所以我就洗哦，洗完就跟他聊天很开心啊，聊到很开心很开心，然后那个顾客哦的宣布是这样子留，那顾客在骂，然后这么留，这么骂，一直在留，这么骂，我想谁哦，这是啊跟顾客玩水。所以是从那种过程之中，你问我有没有被骂呢？有的，因为旁边那些同事他们经过，他们会讲，我老板经过他看回骂我，他有可能会少一个顾客的嘛，对不对啊？会有可能啊。就是这种，你对跟我来讲，这些不是挫折，不是一个挫折，它是我们达到成为一个很 professional 的宣布 boy 的过程而已。那个不是失败，那个是过程，那个是我所看的。那么剪头发，你问我学剪头发的时候有没有忘切的？忘切你们知道吗？就是说在过程，你看今天 Akif 的头，他你看是 OK。不错的是吧？那么在还没有成功之前呢，假如那个顾客剪到我自己都不知道剪什么的时候，你觉得那些是不是挫折？我自己觉得是啦，那么对啊。所以在过程之中，这些过程，其实我达到我成为一个老板的时候，这些过程这些挫折，你问我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想，我也是有在想啊，为什么剪头发的时候会心不在焉，剪头发的时候这么口开开，不要关嘴巴、啊、我老婆每天讲我，这么你剪头发嘴开开、啊、那剪头发再剪头发。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过程，我检讨，我提升，我慢慢变成一个老板。所以今天可以收我的手，可以把 Chemic Active 的心收起来，这个就是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问我好不好玩，当然好玩了，因为在过程里面我不用亏任何的一分钱嘛，因为我是去打工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当我慢慢接触了他们两公婆的时候，他们就把我 引进来这个 VV 这个环境。当初的时候你问我我会不会做直销呢，其实我真的不会做直销，我只是知道怎样卖产品，知道罢了，但是我不会卖的。因为我从来从头到尾我审论的product我是没有卖过的，我从来都没有叫顾客你去买这个宣布，买那个 treatment， 买那个东西，从来都没有，我只知道这些东西要卖不了。但是到了进来了过后，我也是选择我不卖啊，不是我不要钱，是我不会卖，不是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不需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累积这一个经验。那么累积这个经验的时候，你问我会不会卖，我当然也不会卖啊。当那个顾客中 cancer 的时候，他问我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歹楼我哪里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我只是知道他对我好不了。然后对我好的时候，我只是跟他讲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就安哥今天你是不是要去做化疗，
我讲，他讲是啊，我要去做化疗，明天就要去做化疗了。我讲对啊，做化疗是不是杀死你的细胞了？他讲是啊。这样我讲对了啦，你要吃这个东西，这个是肝细胞来的，因为你好的坏的一起杀掉，然后不会好的就去就不了。然后怎知道他跟我买了？但过程里面你问我简单吗？哎，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开始。但是过程之中，他能帮到我的，我过后的组员吗？他是帮不到的，因为没有每一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我那样讲两句，那个人刚好有谁，那个人就要买。所以在过程之中，我反思过后，我觉得，哎，我必须要把这个产品，这个东西，这个知识，去专业化。为什么要专业化？专业化就是当每一个人都把问题丢给我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个挫折他已经是存在的。当他问到你红啊啊的时候，你就想谁了这次，对吗？这个是我开始的时候我遇到的问题。当那个挫折每一次的遇到的过后，我慢慢的就提升我自己了。当那个顾客有问题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问题是用不是解决，是怎样去把他的那一个心结化解掉。所以在过程之中，挫折就是我个人觉得挫折不是失败，挫折只是那一个把我们就是说阻力，那个阻力把我们去比较慢一点，不是失败哦，只是把我们的步伐拖慢一点。但是当这个步伐它这个挫折它化解掉过后，我们的行动力就会越来越快了。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因为在之前我以前不会卖的时候，我的 Diamond One Star 怎样来的？我的 Diamond One Star 都是求人回来的，求的真的是求的。我的 Diamond Two Star 也是求回来的，我的 Diamond Three Star 其实坦白到最后也是求回来的。我只是知道，如果今天如果我要从事这个行业，我什么呆的都不是的话，我的面子其实一分钱都不值得，一分一针都不值。所以如果我达到这一个，我这个挫折这个求人这个过程，如果我也能做到，不要讲求啦，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好的嘛，对吧？就是说在过程里面这个东西帮到他，而我牺牲我一点点的脸皮啊，这个脸皮啊，这个如果当能帮到他的健康的话，能帮到他的身体改善的话，这个我愿意做。这个是我非常清楚，因为我加入这个公司这个产品，我知道它是非常好的，它是可以帮助到每一个人。所以当我做到 Diamond Tree Star 的时候，你问我开心吗？我的 Diamond Tree Star 用七天的时间完成了，就是从零到 Diamond Tree Star 是用了七天。七天的时候你问我开心吗？开心。开心的时候就会开始放松。那么你问我放松的时候我有没有在做东西，其实坦白讲就比较慢了。你问我这些是不是挫折，它也是一个挫折，它那个挫折是令我们进入一个舒适圈了，过后这个舒适圈就把我自己本身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拖延了。当到上一年的三月的时候，当 Keith 跟 Kami 找我们fight 飞马的时候，我相信一些人都知道，当我们喊做飞马的时候，其实你问我，我的感受好吗？我的感受其实一点都不好啊。当我在一号开始 fight 那个飞马的时候，第一号我跟我老婆每一天都 high five 了。为什么？每一天的 sales 都来，每一天，因为我曾经 fight 追杀的步伐就是我今天的四套完成了，我今天要找明天的四套，我七天要完成三十二套，我必须要每一天四套四套四套来完成我的 Diamond Tree Star。 那么当我在 fight 飞马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四套是不能的，完全不可以的，所以我必须要每一天去完成八套的 sales。 今天的四套，明天的四、哎、今天的四套完成了，今天要找那八套出来，找了八套明天要再找八套，头那十八天，三月十八嘛，不是十八天，十七天，那十七天的步伐都很顺利，真的非常的顺利。当这十八天，这单单这十八天，我可以完成接近三分之一的 sales 的时候，
当那个 lockdown 一来的时候，坦白讲，你问我，我会负面吗？每一个人都会负面，因为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坦白讲，每一个人给我的答案都不知道做什么，因为那个是历史来第一次的 lockdown。那么 lockdown 的时候，我就，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照片，就是在3月18号的时候，我跟阿 Keith 在他家，他以前旧家的后面的妈妈档也不能坐，要去到那个 parking 场那边，拿着两个，一个拿着 copy 杯，一个拿着碟杯在那边喝茶。那么打电话给谁？打电话给 Howie 也给不了答案，因为 Howie 也是第一次。所以在过程之中，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直接整个人，我知道这个挫折真的是不小，因为它不是两个礼拜。当过程我回到家一 lock down 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出不到门的时候，我的负面的情绪就来了。我就讲这个不可以，那个人不可以，每一个人都不行，每一个人不可能用通过电话去完成这个 sales， 因为它不是一套，它不是两套，它不是 fight 那个三套，不是 fight 那个 iPad 的那一种 sales， 它是要完成整个飞马，就是它有三分之二的那一个，所以我的压力就来了，我的压力就转换变成负面，那个负面就是开始讲，哎呀，飞马不是这样容易坏的，飞马，其实如果坦白讲，如果我那一刻我没有负面，我没有坚持的话，其实我觉得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坦白的，因为就是我坏不到那个飞马，所以我就当那个三月一开始消极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两天了，它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了。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在三月份的时候，我单单我的收入是达到160千，就是那一个月份的160千。过后四月份、五月份，你问我有没有 sales， 有啊，他的 sales 一直有在 repeat 着，就是说他四月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5万块，有一个4万块。你问我，我一定会讲，我一定过到我自己那关的，因为我有那个收入啊，我一定过到我自己那关，所以就一直持续到一月份的时候了。那一月份的时候很不幸的，其实一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一天就是，我接到一个电话，因为那天我跟我妈妈都不舒服，同一天都不舒服。然后我是很信不跌的，坦白讲，我是信，就是说你跟我讲去看医生，我还是会去看医生的。你叫我去看中医，我还是会去看中医的。你叫我去问神，我还是问神。我不是讲什么都是不跌的啊，你今天运程不好是不跌，你今天生病是不跌，你这个是不跌，不是，我不是那一种人。我是今天，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控制到，暂时没有人控制到的，我相信不跌。所以我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一天吃了60粒伯爹，我吃了3天，我的 COVID-19 好了，我是中 COVID-19 的那一个人。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我妈妈讲，妈，你要吃伯爹，我是吃60粒的，不用怕，我上一年我赚到，你可以吃60粒，120粒，你喜欢你自己吃，一天里面你自己去吃。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忽略，坦白讲，因为我也不能想讲是我自己的借口，我自己因为我是搬出去住了，我就比较少回家。然后我妈妈持续不舒服一个星期了，超过一个星期了。当她我知道她进院的时候，她已经是那个是半夜，那时候我还在睡觉，半夜总是睡觉了。睡觉的时候一醒来的时候，我的老婆就跟我讲，喂，你妈妈进院了。我就很紧张了，怎么会进院了？因为在半夜4点钟，我的电话一直有 call 来，就是我的哥哥跟姐姐就打电话跟我讲，你妈妈进院了。但是我在睡觉，我电话又silent mode，然后到早上我才知道我妈妈进了，而我妈妈也是中了 COVID-19。那么中 COVID-19 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在劝告她，在之前我就见到她就跟她讲一次，你是不第二40粒，不要怕。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正常外面的人他跟我们讲吃40粒的伯爹的话，他会跟你讲你啥的。
对吗？每一个人都给他这样贵这样吃、哦、一天吃1000块有可能吗？包括我的妈妈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妈妈从她以前就担当这个家到现在，你叫我她吃那么多的 burger 其实她是接受不到的。而我们这一代比较幸福，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一代每一个简单来讲，我们都没有受过他们的苦，所以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当我妈妈到最后的时候，我非常的惭愧。惭愧什么呢？因为就是3月份我做不到那个飞马，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今天我妈妈还在，对吧？如果我是飞马，我妈妈不用去做工。我妈妈在最后那一年那一天，我妈妈离开的那一天，我在医院跪着她，我跟她讲对不起，我做不到飞马，我完成不到你所寄望这个孩子在瑞威车成功。因为在3月份我口口声声跟我妈讲嘛， COVID-19 来了是好事来了，因为 那一刻我家里有240块的补贴，我是一定要完成这个飞马。但是当我妈妈离开的那一天，我在医院跪着她，我跟她讲对不起，我做不到这个飞马，就是我受不到这些挫折，我完全受不，我是逃避，坦白讲，我在逃避这个过程，因为钱有嘛，你跟我讲它不是很多啦，1-2000不是很多，坦白讲，因为我不能给我妈妈不做工，因为什么？在过程里面，如果我妈不做工，这个家我就没有办法，我不可能扛起来。因为你讲2000其实他对一个家庭来讲不是很多，对吧？所以我妈就是因为这个状况，她就去啊去进货啊去之类的，就中了这个 COVID-19。 然后到最后我妈妈离开在办白事的时候啊，这里要澄清一点，我妈妈不是因为中 COVID 而死的，我妈妈是因为药物过量服用而导致她的multi-organ failure 而死的。我妈妈不是中 COVID 死的，我妈妈是因为医生用药过量而离开的。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我崩溃了，崩溃是坦白讲你们是看不出的，因为我平时我的脸是没有什么表情的，但是我接受不到啊，我本身接受不到为什么我妈妈一个这样好的人，连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妈妈很好。我妈妈办白事的那一年是 EMCO 那一天是没有可能有人可以在他的灵堂上香。那一天我妈妈办白事的时候，我的家超过150个人来送我妈妈最后一程，就是证明了我妈妈是她该做人的时候是多么好的。而为什么我就讲了，为什么在 COVID-19 的时候我就会去问他我身边的为什么COVID-19 你还要去进货，去那些人多的地方。然后最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对的，应该不要去嘛，应该贵一点没有关系嘛，那些货贵一点没有关系的嘛，对吧？最主要是你做到生意嘛，对不对？那当我收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呢，我的心又沉了。哎，就是我的姐姐的男朋友告诉我的，他讲你妈妈做生意是这样的，上一代的年就是能省一块就是一块，对吧？省到一块钱就是省一块钱的，能达到他这个生意来维持这个家。当他发生这个事情了，我是在家，每天我老婆看到好像没有事情了，其实我是好像行尸走肉，每一天做着 repeat 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早上煮饭了过后就按电话了过后就睡觉了过后就继续煮饭，每一天已经持续半年了，接近半年的时间就是在家。你问我有钱吗？
我没有钱，我的钱已经花光了。之所以要用的钱，要给的钱啊，坦白讲，这里是我没有欠银行一分钱，因为在过程中，我每一个月都是用我之前赚的钱，就是从Reway赚到的钱去还，还到那一天，我没有钱了。当没有钱的时候，以前我的性格就是，当没有银行没有钱的时候，没有关系，我只要我有一张口，我有一个手，我一定赚到钱回来。而反而的，当我没有钱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的小鸡，没有钱，我只是，我还有孩子嘞。当我孩子的时候，我老婆问我怎样了，没有钱了，我讲没有关系的，我在说服我老婆去相信我。相信我会赚到钱的，真的是我真的没有钱了，用得完。用得完的时候就去借钱了，一直去借钱了。借到真的是，当我看到上一轮的领袖表扬大会的时候，老板的那一句真的是点醒了。他跟我讲过程，就是那一句他们一直有播出来的。虽然你们没有看到我在找回来，其实我一直在都有在听那一句，真的是点醒我了。所以在过程里面，这些挫折你问我打击大吗？很大，真的是很大，我接受不到了。因为由小到大都是这个妈妈，到最后这一次我上一个月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当我的组织全部都离开了，在过程里面都没有了。所以我一些组员就问我，怎么没有人来的今天？其实已经垮掉了。所以我只是告诉我自己没有关系的，因为今天如果我还有 Kami 跟 Akif 的 support 的话，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我一定是以前的那个 Akif。 所以我一直每天我一直在跟我的太太讲，我一定要买下这个家，因为我在过程里面，我妈妈还没有离开的那时候，我们的心愿就是把我所有的阿姨都一起接回来一起住，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住不同的地方，一个住香港，一个住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希望就是当我们一天成功了，我把他们所有人都接再来一起住，他必须要一个很大的家。所以那天我就帮我的岳父剪头发的时候，我就很我就跟他讲，那个是笑话啊，讲，这时候我是跟他讲广东话，我讲岳父啊，过来剪头发，帮你交住租金先啊，咩租金？我住紧你嘅屋企啊，交住租金先。我想讲，我今年年尾攞250,000俾你，我帮你订你间屋企先，好冇？我直接就讲嘅啦。因为我知道如果今天我能拿下这个家，就是我成功的地步了。所以在接下来我是没有东西是可以阻止到我，因为我的目标真的是很大。因为我这里 screen 看到 Tony， 我相信 Tony 做不到的人他都做到的话，娘嘛，我不相信我做不到。那 Tony 没有反应，真的Tony 是我一个很 brother 的一个朋友，虽然你们看我好像没有什么聊天，其实我跟 Tony 是很 brother 的。以前我们一起去旅行没有钱，两个家伙都没有钱的时候，怎样去过沙漠的？搭一个飞机去到苏拉达尼，然后坐飞机再过去。两个人呢，人家可以直飞去过沙漠啊，因为两个家伙没有钱啊，就是不肯花那个钱，所以两个很 brother 就一起去用这个路程啊，去参加国际领袖会议的。所以当我看到Tony 做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然后我又很妒忌，因为什么？这样的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我一直问我自己，我不是讲现在他不好，现在好，以前很烂的，讲坦白的，就是我，因为我认识他六年了嘛。当我是 no star 的时候，他是 three star。然后追上了他，现在是飞马，所以他是我一个学习的榜样。我希望在这里，我不需要跟我目前还有在这个
这个 Zoom 里面还有在这个VWay 的这一个伙伴，过去的我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还有我的太太，如果没有我的太太，其实我已经现在还在消极着，因为她不停的一直给正能量我，来令到我能振作起来。我也必须要讲对不起，还有谢谢你们。我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来完成我们的目标，然后达到不在职收入，好不好？谢谢你们，真的非常谢谢。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阿 Kip。 好，剪完头发你要拿人家的泪水，不能这样的嘛，对吗？啊，我的确阿 Kip 真的，我认识了这么多年了，他也不善于表达。不过他不善于表达，他那种精神就是他，你不会从他的口中，他讲不会的。他懂他不会，他定静，然后他继续学。所以我们在这个组织，我们都知道阿 Kim 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功能的。哦，什么功能？他就有办法哦，去用最小的力量得到最大的价值的东西。啊，比如讲哇，哪里是最便宜的食物啊，哪里最便宜的货啦，他都懂了。哦，人家买 MacBook， 他妈的，我那时候是买几千块了，他可以用少过一千买到的哦，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真正厉害不是哇，他有钱，他买到贵的东西，这个不是厉害的。厉害是你有钱，不过你不是用那个真正的钱去买那个东西，不过你用最低的价格买到那个东西，这个叫厉害。所以这个是要经过，是要有思考，甚至真的是有用心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哦，当然阿 Kim 刚才分享了这段故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东西。那听过他的分享，我只有一句话：不要留下遗憾。No regrets in life， 不要留下遗憾。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来 reway？ 不要留下遗憾。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还坚持在 reway？ 因为你不要留下遗憾。当然，你看，有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也会犯这个错误的。当有一天我们要付出一个很惨痛的代价过后，我们才会醒。包括我上飞马的时候，其实也赶不及我的外婆上那个游艇。我的外婆当时也是一直催我啊，当时讲客家话的，坐到飞马嘛，啊，坐到了，坐到了，坐到快了，快了，很快的，很快的，坐到飞马嘛，啊，那很快的，不要硬硬硬啦，你很快的了，很快的。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是意外跌倒了。一段时间不能走路，那么当我真的做到了过后，他也不能上那个游艇。所以的确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在我们身边的我们都有发生的，其实在我们身当中，只是我们有没有打开眼睛看清楚，现在我旁有谁，已经发生了。我真的很谢谢 Kim 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不是说要讲些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个人认为，站在立场，他当我们全部是兄弟，他当我们全部是朋友，所以他才把今天事情讲出来，对不对啊？如果不是朋友，也不是兄弟的话，他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讲出来？然后从他刚才的分享当中，我可以感受到说，接下来的 Kim， 他肯定会把他所有的爱，他所有的一切，会付出于他的家庭。因为他还有那个精神，是他妈妈留给他的，他把他所有爱对他老婆，他把他所有爱对他的孩子，他也把他所有的爱、所有的能量跟力量对他的家人，所以我相信 King 会做到的。所以各位，挫折成功的节奏是的确
成功之前我们必须要有遇到挫折，而我们必须要从挫折里面呢得到一股很大的力量去往前冲。所以谢谢 Kim 的分享，我们给个掌声 Kim。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谢谢你。好了，你看领袖分享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它可以让到我不知道你们了，它可以让到我重新的定位我自己，说我不能够停下来，因为还有相信我的人，我不能够这样自私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喜欢做的东西而去做。我知道我还有你们，我知道还有线上的你们一直在支撑着这个整个组织，我知道你在相信我们，你在相信 VV, 所以我不能够停下来，因为我们还很长远都要走，我们还有更大的目标去实现，我们还有更多的国家去征服，我们还有更多的地方还没有去玩，我们还有更多的画面还没有让我们的家的实现。所以这一切的我是希望说大家跟紧这个组织。我 Keep 这样讲了过哇，他说我还有 Keep 跟 Kami, 哇我突然间矮了两寸，我还有 Keep 跟 Kami, 哦我突然间哇要站起来，对你还有我跟 Kami, 放心、哦、你还有我，有我一天你不会死的，你不单止不会死，你肯定要穿白色衣服白色裤子了、哦啊、好了，真的今天时间有点长，不过允许我用短短在五分钟再分享一些事情。那接下来下个礼拜还有一场这样的领袖分享会，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带一些新的伙伴来参加这样有能量一场领袖分享会，包括我们每一天的一些会议都很重要的、哦、比如说明天的哎，不是明天 sorry 是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的一场 EIG 只有整个 VW International只有 EIG 举办了这场会议，叫做大将之风，你们知道吗？因为 EIG 做了这个举动，陆陆续续很多组织就开始模仿 EIG 了。你看嘛 ，EIG 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做什么东西都好。EIG 第一个组织包飞机，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组织包飞机。EIG 第一个组织在包下那个山寨，那过后每一个组织去包别的场合了。我 Industrial 嘛 ，EIG。在线上现在第一次做 Zoom, 第一个组织做 Zoom, 其他组织在开始用 EIG 第一个组织做大象之风，每一个组织在开始模仿了。你可以想象 EIG 的魔力吗？ EIG 是一个领先， EIG 希望说可以成为那个领先那个人，单单看这些举动你就知道 EIG 是什么人，什么什么组织。所以等下的八点记得邀请你所有的你想跟他配合的人，你想让他看到这个品牌的人来到这个大将之风。因为单单看这个背影，我在 Reway 九年我没有一个背影可以难倒我这个法眼，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是谁了、哦、虽然说我们的陈世天、啊、他希望让我们猜说哇这个是谁、哦、对一些新人可能你们不知道是谁，不过我猜了，我估计90%中，我估计啦，他应该不是马来西亚人，他应该是一个很强的女人，哦，是女的啦，不是男的啦，男的肯定是整一起来的嘛，他肯定不是男的，他是女的 ，OK， 那么他是一个很大的组织的代表者，我不要讲他，我单单讲他的女儿就好了，这个领导人的女儿啊。他的亲生的女儿啊，18岁已经上了 Team Power 了，所以我刚刚讲他女儿你就应该猜到他妈妈是怎样的妈妈。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哦like daughter like mother 对吗，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啊哦、就是有这样的女儿肯定有这样的妈妈，有这样的妈妈肯定有这样的女儿。他女儿在18岁你好来了，在18岁他女儿在18岁在菲律宾这个地方没有认识一个人，从陌生人开始找一些配合的伙伴，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在18岁上了 Team 摩托车，在 Team 的把握，现在他的女儿应该是21岁，
已经上了毗梨摩罗苏的，单单他女儿哦，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谁吗？不简单，这么多年来也是他一个人带大他三个儿女，单亲妈妈当时候在不同的国家去做生意，也是在机缘巧合遇到立威，改变了他的生活。所以他也是在比较早期成为飞马的一些领导人，所以为什么我比较熟悉？哦，因为他是对我来讲，他是影响大局的人。哦，他也是没有读书，也读不多，不过他具有那份刚才今天的主题讲的东西，他具有内心的巨人，他具有那种受过很多挫折跟失败的前座，所以为什么他成功现在？所以今天志田真的是厉害。他能够邀请他，我也觉得有点惊讶。今天再邀请他来担任我们今天的分享者，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借这股力量，因为今天我们不用收费。今天叫你邀请，我相信你没有办法邀请他来。你问我的话，我也没有办法邀请他来。今天只有 EIG 能够做得到，别的组织做不到的东西，所以好好的珍惜这个将来的机会，不要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接下来大将之风，我讲真的，他将会没有了的，因为这些顶顶的人来了过后，我就知道他差不多没有了，所以去珍惜，去用心的邀请你的朋友来看，包括线上的第一次来的朋友，多点来看，你多一点了解，你会更喜欢 Reway， 你相信我，我们 Reway 这个门打开给大家看的，对吧？甚至在线上的伙伴，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去用这样的一个获益借道力。然后让你开更多的线，我教你，比如说今天你已经带了，比如说五个人来这个大将直播，那么这五个人看了过后，他们肯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好奇，真的可以做吗？不要紧张，你要跟他们讲星期一发什么事情，你要跟他们讲星期二会发什么事情，你要跟他们讲星期三会发什么事情，你叫他们带两个人来。试试看，你试试看，叫那五个人带两个人来，连续来三天，三天过后肯定你有一定的收入，因为这三天我们肯定会给他看不一样的东西，那么肯定能够让你影响到他们进来。今天要做这个行业不难，难是我们没有去行动。当你有去行动，我们有这个团队，我们有这个会议去帮你影响你的人进来，你只需要做那个桥梁而已，去把他们邀约进来。你问我来讲，如果单单只是做桥梁也做不到的话，那么有什么东西你能够做到的？现在那个桥梁都不能够做，我叫你下来，他不要。有时候我在想，是他不要还是你不要？难道我们真的是要遇到阿 Kim 的痛，我们真的是要遇过别人的遭遇，我们才醒过来吗？不要了，我们真的去很好邀请他。因为今天我知道在市场上没有一个平台比 Reway 好，我知道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一个产品比 Reway 这个本地好，我知道的，你也知道的，好好的去帮你的朋友，邀请他来今天的大将直播来看，看完过后再开一个 Zoom， 要再跟他讲接下来这三天，星期一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单元，星期一他的确是一个商机分享，不过是全新的商机分享，是谁分享？我，是由我来分享那个全新的单元，去帮你影响你的朋友去看多几场。星期二照样为何是 Freeway， 那么星期三，这些人五个人带两个人，总共有十五个人来了三场过后，第星期三，你就是有团队的时候了。你是不是收单的机会了？因为星期三99%，我们的大领导陈世天会来。99%，我们大领导陈世天会出现在我们星期三的主题分享。他所分享的主题应该是跟现在的疫情有关，应该能够帮助到做生意的朋友，应该能够帮助到一些专业人士找到他们的答案，甚至看到 Reway， 而且加入你的团队。我们一起来知道这个收入，好不好？所以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到尾声。最后，我希望送一首歌给大家。还记得刚才那个第一个影片吗？
那个是第一届的 Team Night。当时我最记得那一天晚上，因为老板自弹自唱，跟 Claudia 我们的这个 co-founder， 我们的 Claudia Ong 自弹自唱了一首歌给我们听，而他解释这首歌给我们听，他说以前他做直销的时候，因为这首歌让他走过很多条路，当他面对问题，当听这首歌过后呢，去疗愈自己。而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所以当那一天他自弹自唱了过，他打中我的心。所以那个原唱是叫张杰，而我去找这首歌，的确在这么多年来，从2017年当我第一次认识这首歌到现在，无时无刻我都听这首歌来提醒我自己，甚至来疗伤了。如果你有伤痕，我先唱这首歌给你们听，谢谢你们的参与，等一下八点见。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轻易说失望。回到最初时光，当时的你多么坚强，那鼓励让我难忘。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
谢谢。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它不会却控制我能找到答案。哪怕有你的光就驱散黑暗，遮住所有。没有人能诉说。